一辆重机路口发生车祸，整辆车侧翻往前滑，骑士倒地瞬间立刻站起身，但后座的女友就没那么幸运，因此受伤。而他们的机车则是撞进了内衣店。只见店家正在收店，把门口一整篮的内衣要收进店里。就在这几秒钟的时间，重机撞了进来，老板直接被撞飞。做了安尼，真是撸过来。当时我哪有可能那查讲体罚的无看嘛？慢慢我报以前有听到声，但是我就不想走啊，啊无看，无想讲这会，我都快要弄乱了。听到碰的声音，知道有车祸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其中一辆重机竟然会往自己的方向飞过来。里面的微血管破掉，不要，我一条命棍弄安尼流血流到淡地路，这个绳子我会绑能的，把那个铁架子弄断了，这两条弄断了。没有挡住他更厉害。现场是两辆机车的对撞。23岁的黄姓骑士载着女友直行，准备去买宵夜。另一边的林姓男子则是在路口要左转往回家的路上，双方对撞，还因此波及路边店家，一共造成4人受伤。警方事后还发现黄姓骑士酒驾，酒测值0.22。从事发地这边是在中和的新南夜市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，现场是没有交通号志的。但是呢，这个路口当时两辆机车发生对撞，一辆是直行，另一辆是从这个方向要来左转。结果呢，按照交通规则，转弯车是需要礼让直行车。尽管转弯车要礼让，但喝酒也不对，甚至还酒驾载女友，也让女友可能会面临连坐处罚。出门买宵夜，不止受了皮肉伤，还伤了荷包。TVBS 新闻陈仁武、新燕新闻室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